下来的话，当然一样哦。如果说我今天呢可以绘图，然后你可以改，所以刚刚改，如果你要改那个人民币好了，那其实很简单，就把这个 list 二里面的一有没有？一的话指的是第二栏嘛，那你把它改成二不就好了 ？OK 哈、哦，然后这边一样改成二，所以其实改这个跟改这个栏数就变化了 ，OK 哈、哦，然后再来输出，所以其实改这个其他都不需要改哈。哦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你要把它存档，假设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汇率资料哦，哎，存成一个 Excel 的话，那可以像之前的那个方法一样哦，所以 import 一个 pandas 哦，然后呢取一个简称就是 PD 哦，然后再利用那个 PD 里面的一个方法叫其实也可以另外的话，就是直接读取哦，直接读取网络上的这个连接哦，所以。Pandas 就不需也可以不需要透过那个 request 哦，啊一样可以读取，然后也可以直接怎么样把结果图 Excel 直接就存档，所以哦，刚刚这一串哦，假如说你希望说直接读取直接存档成 Excel 的话，那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哦，把它存档。那如果假如说我只要存档的部分呢，只要是刚刚的那个 list X 跟 list Y 的话，哦那只要怎么样？把这两个，一个是 data 啊 ，data 的话指的就是那个美元的部分资料，那 index 就是 x， 另外加一个栏名，栏名的话因为只有一栏，所以只要给一个栏名哦，然后分别把它变成一个 data frame 哦，这个第一个资料、第二、第三资料，那就把它存档，所以你们可以哦把这一段程式 Ctrl C 好哈，然后直接呢把它放到。底下这边来哦，绘图完之后帮我存档，存成一个 Excel。那这个 Excel 的话，只有存两栏，就是 X 跟 Y 了。那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Pandas， 一个 Pandas 里面的 Data Frame。那至于那个 Data Frame 里面要三个东西，我上礼拜有讲到，有没有？还记得吧？哈、哦，这个的话如果可以参考，所以这边其实有可以参考的部分哦，就记得啊，就以假设这个来看哦。中间这个就是 data， 那因为这个是有三个栏位，有没有三个栏位？那因为刚刚我们这一个栏位，一个栏位就是美元，所以只要存这个就可以了，有没有美元嘛？哦，就是一个栏位，然后另外的话 index 是这个，那就是 y， 就是 list x 嘛，这个是 list x， 这是 list y， 有没有？那上面再多一个栏位名称就 column， 所以把 data index column 哦，三个都准备好之后，再丢给那个 data frame 哦，这三个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帮我产生它需要的一个这个 data frame 的资料哦。那为什么要产生 data frame？ 因为如果你可以转成 data frame 哦，你就可以做输出，比如说你要输出成 CSV 或者是 Excel 这些都可以办得到哦。那我把这边给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先把它关一下，比如说像刚刚这个部分哦，那我最后存档的话是存成一个叫做 range 点 xlsx 的一个档案，哦，有没有？先变成一个 data frame， 那利用那个 data frame 的物件啊，里面有个方法叫 to 底线 excel， 给它一个档名，我把它指定给各位。如果没错的话哈。理论上应该就存档，然后画图有没有？画完图之后呢，帮我存档哦，画完图存档 ，OK。那我来看一下，最后存档的结果应该会放在我，因为我是放在 C 碟底下，所以我 C 碟底下的什么 Python， 我记得上个礼拜有加一个新资料夹叫底线哈、哦、Python 2022，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叫 Range。不过还有个问题，因为我这个点 py 档没有，我还没存档，所以它可能会存在它预设的那个函数库底下，所以记得哦，这个要先把它存档。那我存的路径哦，我把它存成 C 碟底下的Python 的2022了，要存在这里。那名称的话，我取一个汇率叫 range 好了，哦 RIT 好 ，OK 好，然后把它直接输出 ，OK。所以记得啊，要先把它怎么，先存档哦，这个点 py 档哦，模组要先存档，然后再输出，输出之后的话，在 C 碟底下的这个目录哦 ，Python 2022，那就可以看到这个
Excel 档了，那打开来看一下，理论上应该只有一个栏位哦，就是美元的汇率 ，哎， 没错，就是这一个栏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 list X， 这个下面从 B2哈一直到底下，下面这个地方就是 list Y， 那上面这个就 column 有没有栏位的名称？所以啊，你可以很直觉看到啊，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哈。 它的一个串列哦，其实就等同 Excel 里面的一个范围，有没有？就概念啊，一个是看得到的，那一个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假如说你可以慢慢习惯这种抽象的叙述方法啊，你就慢慢哎，很容易就可以直觉的把程式写出来，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训练的哈。那刚开始如果不太 OK 没关系啦，反正你就是尽量找出一个你自己比较习惯，比较不容易出错，然后比较不会有挫折感的方法，反正学得很快乐啊，尽量就是说，尽可能你下课之后啊，还会回去把它打开的方法。OK， 所以你会发现我尽量都不要讲得很生硬，可是也很难的，你说我有些地方不讲也不可能，所以你回去只要再花一点时间哦，把这些熟悉一下，那最重要是回去一定要动手了。 我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你完全不动手哦，要把它学好，恐怕很困难。这感觉就跟语言一样。你说语言有什么方法吗？把语言学好有什么方法？就每天听就对了嘛。有的时候说真的变成直觉了，有没有？你讲话，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因为你常这样讲，所以你就这样讲嘛。就像小朋友3岁的时候嘛，学讲话，有没有？他突然有一天哇，很会讲话。 哎，你就觉得很奇怪，我又没教你怎么会讲，那每天听你，而且很妙，因为你小孩子哦，常常讲的话就是你平常讲的话，有没有？所以你看，假如你常常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他也会学你，哦，肯定就是说想，原来有些话不能乱讲，哦，在小孩子面前不能做错误的示范 ，OK， 哦，所以尽量反正就多练习嘛。那有的时候是耳濡目染啊。 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把影片录下来？啊，因为我如果把影片录下来，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马上上完课之后把它忘记，对不对？哦，老师你刚刚在干嘛？对不对？那回去的话如果有问题，反正就把那个部分自己再看一下。OK， 好，所以哦，存那个Excel部分哦，可以这样做。那另外的话，我刚刚好像也有讲到一个部分哦，如果你要用 Pandas 直接读取 CSV， 可不可以？ 然后是可以的哦，在 Pandas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 read CSV， 哦，OK， 这个的话就可以跳过什么呢 ？request，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哦，假如不用 request， 你要直接用 Pandas 去读取的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OK， 但是你就你要用 Pandas 去做了，哦，那这个的话只是说呢。 它读进来的东西就会直接读到 data frame， 所以变成说你后续要处理资料，那你就是要对那个 data frame 非常熟悉。OK， 你才有办法去做处理哦，不然的话，你就处理起来反而更困难。好，那用 request 的好处就是说反正你就可以用像 split 了，你就慢慢切 OK， 但是如果你用 Pandas， 那你就不是用 split 了，你就用别的方法。 OK， 所以至于哪个比较简单呢、啊？我是觉得还是要看个人。那你如果刚开始完全没学过 Pandas， 我是建议你学 Request， 但如果你 Request 已经很熟了，你想要说啊，我想要再更上一层楼，那没关系，你就把 Pandas 再学一学。OK， 可以啦。不过说真的，哪一种方法最好？反正写得出来都好。OK， 你千万不要每个都学，那学到最后哪个都不熟。 那是最大的问题哦。OK， 试试看哦。好，那这边提供各位参考，每日的汇率。那其他底下哦，我还有一些补充了哦，甚至可以存档。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图档哦，如果假设你要把它存档的话，这边有个方法叫 save thing， 然后给它一个图档名称，它也可以把刚刚绘制的那个折线图帮你存成一个图档。 OK 哈，甚至你可以把它结合，跟很多地方结合啦。如果你要让它显示出，你就再写一个程式读取那个图档，就可以秀在某个荧幕上面，有没有？随时可以秀那个
你要显示的那些视觉化的结果出来 ，OK 哈、哦。那它不能存在 Excel 里面吗？如果你要类似那种，我们做 Excel 直接在 Excel 里面显示出来，它是可以把它放进那个 Excel 里面，然后再存档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再另外用别的套件。对对对，就是用别的方法，要不然就是。 再用什么用 VBA 去把这个图读到 VBA 里面，可能还更简单，因为 VBA 里面只要告诉它路径，它就可以帮你把图读进来，那你就把它填在你要填的位置上去。反而你在前面也许抓爬虫部分用 Python， 然后放图部分用 VBA， 可能各截长补短，可能还对，当然你用 Python 也可以写到 Excel， 可是。 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啦，对对对，哦 ，OK， 这其实需求想得到都做得出来了，对 ，OK， 试试看哦。然后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来再更上一层楼哦，所以这其实可以画很多图了哦 ，OK， 啊，像这底下这些其实都每个都可以画出来了 ，OK， 有没有？美元、人民币、欧元、美元对日币，总共有九个汇率，九个单位。 那你也可以马上输出成九个图，有没有？甚至可以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甚至还可以放 Excel。那像这个底下是我在另外用 VBA 写，把它放在就是Excel 里面把它秀出来。OK。那接下来的话哦，我们可能 CSV 就可能要告一段。再来的话哦，就要来讲这个答案格式里面哦，更稍微困难一点的一个格式叫 JSON。 那这个 JSON 的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除了 CSV 之外，再来第二名可能就是 JSON。那你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它的占比来看，其实如果这样来看，它这个政府开放资料里面大概六七万种吧。那其中的话，你们可以往下找到那个政府开放资料里面的那个什么全部的资料，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就有个清单。 那其中的话，你可以看到，目前以政府机关提供的档案格式来看 ，CSV 大概是41,775种，也就是说了，如果问说，目前使用的格式哪个最多，应该一看就大概知道，有没有4万多种是 CSV， 第二名的话，就是 JSON， 大概14,000多种，第三名的话呢就是 XML。 那这些其实你们都可以来拿练习，有没有？你可以再自己再找相关的。那我们待会可能就要来看一下有关 JSON 的格式，然后呢，要怎么样针对那个 JSON 格式把它抓取下来。如果今天刚好客户端刚好就给你一个 JSON 档，然后呢你要必须把它抓下来做处理的话，那该怎么做？那这边有一个相关的讯息，可能也许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在第12页的地方。 那 JSON 这个格式，或称 API 的资料，也就是说 API 有没有？你提供给我一个 API， 然后呢，常常会用在一般的程式、网站跟 App 资料来源，而且使用越来越广泛哦，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算是格式的未来之星。那后面的话，我会教各位再怎么样抓这个资料。底下的话，各位可以先针对。 第几页？底下有一个范例，我看我们还是抓一个 PM2.5 好了。所以你们可以找到下面第16页，这边有一个 PM2.5 的资料来源。那这个资料来源，如果假设我要随时监控网络上面，比如说那个行政环保署官网，这是政府资料里面，那这边有个 JSON， 那这个 JSON 呢，你们先点选那个检视资料。 检视资料这边连接，这个就有一个 JSON 的连接，它是 UTF-8，然后连接在这边，你把它点下去，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就会跳另外一页，有没有？这边就有一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JSON 的格式，它是大括弧开头，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它的 key， 然后底下就有它的资料，有没有？就这些，如果你光看到这些，你可能头都晕了，而且我们主要是要抓哪些资料？ 应该是要抓这个 recourse 里面的这些资料，但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哦？光看到这些东西啊，很多人都头都晕的。那用什么方式比较简单？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步骤哦，可以把这个资料抓下来？好，然后呢，并且哦，最好是可以把它存档，存成 CSV 也好，或者存成 Excel 档。那要该怎么做？哦，那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那我们待会哦，再来看一下，我们举那个这个例子啊，你们可以找一下。 在第12页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也许稍微看一下啊，第12页。另外，待会我们要针对的第16页的地方，这边有个 PM2.5环保署的网站上面哈，它有提供，它当然它有提供 CSV 啦，当然你们未来也可以自行再练习 CSV。那接下来我们先利用那个 JSON 啊 ，JSON 这个连接，哦，哎，如果我今天有个 JSON 连接啊，或者是说。 客户那边提供给你个连接，那我要怎么样哈、哦，把这个连接抓取我要的资料呢？那你可以看到啊、哦，这边其实有几个栏位啊，上面有显示1、2、3、4、5个栏位。OK， 哈、哦，但是它这个5个栏位哦，很奇妙、哦，你把它点开来哦，它不是像 CSV 乖乖的，就是排好队，它就是哎第一栏是哎什么第二第一栏，它不是车站名称。 你看到的就是像这样子，哇，而且有很多大刮胡，好吗？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那这个大刮胡啊，其实跟那个什么，跟 Java 那个有点关联，因为 Java 是把它当一个物件。那早期的话，大刮胡开头，大刮胡结尾，刚好里面就是有个物件，所以读进来，读到 Java 里面，刚好就是把它当一个物件处理。哦，它的栏位呢，有时候就把它当一个属性。 对吧？哎，哪个属性就是它里面的某个栏位。可是问题来了，在 Python 里面哦，那怎么样处理比较简单？哦 ，OK， 请各位试一下哦。